我听干妈说了，明天你要去医院等结果。小贤，我说，如果你真的对黄洛宗死心的话，我希望你离开正道馆，到我这儿来。我们继续跳舞，继续当你的舞伴，我们一起完成舞蹈的梦想。 好比是万川，这个好比是楚冠一，是吧？这个呢比较帅，哎，这个呢也还行，是吧？这个呢青梅竹马，这个呢全职护卫，这个比较高，这个呢比较猛，是吧？这个呀是我干儿子，这个呢。 比较有钱，是吧？嗯，你说要搁你，你说你选哪一个？啊？我认为啊，哎，我说老婆子，你说这个检查结果，他，哎呀，检查结果那都不重要，我现在就等着 DNA 出来之前，我要给我闺女选一好女婿。我是说呀，如果这个检查结果出来，嗯。 不是，那咋办？什么咋办呢？即使是不是，也跟他们梅家要一笔遣散费，是不是啊？你就是没个千万，也得有个几百万，是吧？到时候也让我们家小贤买个别墅住住，舒舒服服的住住。哎，哎呀，到时候咱们俩呀，也跟着闺女享受享受有钱人的日子。 告诉你，就梅家他们家，我花他们家钱，我输他；我花他们家钱，我解恨。哎呀，这能解啥恨呢？来，我不吃，我喝茶呢。解恨？解什么恨？我知道啊。嗯，甜着呢，尝一个。不吃喝茶不对味儿。怎么不吃不对味儿啊？那有什么营养啊？维生素，快。 你们在这个表上签个字就可以领走了。 终于有家了。
这肯定就是乐宗的种子，我黄叔叔老，这次可是有后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什么事呀？啊，反正事实也都在这里头呢，他就是咱们老黄家的后代，一定有人做了手脚。这个结果我不相信，再试一次。要相信科学，科学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。再严谨的科学也会有失误的时候，一定是他们弄错了。 总之我告诉你，不相信我一定不相信。有你这么倒霉吗？啊！老宗现在在外失踪着，好不容易给皇家留点血脉，你就算看在你哥的份上，也不能让他漂流在外边啊！啊！黄鼠狼，啊，搞得跟你生了一个儿子一样，你那么居心干什么？你怎么说我话呢？我可是你爹，我没爹。你，丑金。 闺女，报告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啊，跟妈说说。我想把衣服都收拾一下，跟你们搬回家住去。那不管怎么说，以后你要是再结婚的话，也是二婚了。 你看看，是不是需要跟他们要点补偿什么的？我觉得不需要。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就不是为了钱，离婚更不。
想，也许对于乐宗来说，这两个月的婚姻根本就不算什么吧。可是对于我来讲，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非要割舍的话，那就好像在我身体里割走一部分一样，很疼。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很疼啊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离婚。离得了吗？离不了也得离，这现在是我唯一的选择。我不能再活在等待乐宗的梦里了，我该醒了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就算再疼也必须坚持下去。你就算想要过自己的生活，你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，这婚你离不了。看着我干嘛呀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这婚你就离不了。你要真想离了，你就应该高高兴兴的呀。你现在完全是在压抑自己，把所有的痛苦、所有的不快乐都自己承担下来。师傅，你为什么每次劝人都用这种方式呢？我真的没事了，你不用这样劝我。真没事了？我真的没事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长大了。这都不叫事儿。我也不会让你留下半颗眼泪。你不用担心了，我走了。在这世界上没有天使，只有爱与不爱的故事。让我发了疯的心血流不止，也不会让你和幸福消失。在这世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选择，随时打电话给我，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的。勇敢下一次，就让我为你再勇敢下一次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，孙子来了！哎呀，欢迎欢迎！啊，好，拖鞋放着，一会儿就搬进去啊！哎，呦，来，我亲。哇，来慢点慢点慢点。哎，拿东西滚蛋。哎呀，这蒋哥来这亲，你把人拒之门外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谁的亲人？今天别说他了，谁都不想亲。点点有点过分了啊。过分什么呀？你是谁啊？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呢？我是你爹，也是孩子的爷爷。谁承认？你自封的吧。作为父亲，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甭说了，我告诉你，自从二十多年前你离开家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没有爸爸。你整个人是不懂，没你这样，找你妈去。王爷，朝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儿媳妇都来了，怎么又不高兴啊？朝爷啊，蒋哥带着孩子在门口呢，人家就到家来看看。您得有一个态度啊！啊，我已经决定了。给他们在外面租一套房，在物质上我保证不会亏待他们，但是我的家门他们暂时不能进。虽然亲子鉴定我不能否认，但是从我的感情上，我确实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哎，朝爷啊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等鉴定报告一出来，如果是
就得让他搬进来。你说现在你让我去跟他怎么说呀？你就跟他说，我反悔了，我对不起他。朝爷啊，你怎么说变就变？没人找你呀，啊？人家蒋哥带着孩子，在外过了一年多的单亲母亲生活呀，够苦的了。咱们应该让他，还有咱的孩子，得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。您倒好，死活不让他们进。哎，你们都是做女人的，怎么就不能互相体谅一下呢？乐总做出这样的事儿，我怎么能想到啊？我接受不了啊！我那么爱的儿子，所以我没法接受这娘俩。放心好了，我是不会让那个狐狸精进我们家门的。甜甜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这一次你就别掺和了，我已经做好决定了。谢谢你。既然你铁了心呢，啊，让蒋哥他们不许进家门，没关系，让他走。反正咱家的孙子也是跟他在一起，在外漂泊着啊，孙子也不知道他爸是谁，更不知道他奶奶是谁，多可怜的孩子呀！啊，这就是你们女人，这孩子多苦啊！他不用走，我走，这个还给你们。协议书，你要离婚，啊？哦，财产一点都不要啊？我当初嫁给乐总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要财产。他失踪了，为了这些财产，你们想尽办法让我跟他离婚。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，我不会要你们一分钱。郑道官，我也不会去了。是。朝廷啊，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啊！你不是一直说……闭嘴，出去！其实你不用走，我知道该走的是我。我来到这个家里，我并不想伤害你，也不想把你赶走。乐宗到现在都没有找到，而这个孩子又是乐宗的唯一骨肉，孩子太小了，我实在是没有能力给他一个完整的家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看在乐宗的份上，我们一起抚养他好吗？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至少你跟乐宗有一个孩子。可是乐宗他什么都没有留给我，
谢谢你的好心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跟这个家，跟梅超英、黄乐宗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我先走了。总是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候突如其来。乐总，自从你离开后，我一直在想等你回来。不管多少人在笑我傻，我对你的感情始终没有动摇过。直到我看到这份亲子鉴定书，我那些虚构的幸福世界终于支撑不住压力崩塌了。我们的故事结束了，乐总，不管我们的爱是真是假，他毕竟给我们带来过太多的快乐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让一切都随风去吧。美国圣何西国际舞蹈比赛，对，我的前提条件就是希望你代表我们舞馆去参加这个比赛。这个比赛呢，在舞蹈界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，参赛的都是年轻人，你的年纪也比较合适啊。而且呢，参赛的获奖者奖金特别丰厚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去。好，我去。我听说了，哦，这个是我给你买的营养品，补脑子的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姐，情绪不高啊？小贤走了就走了呗。再说了，你不是分了他不少钱了吗？哎呀，你看看这个吧。这是什么？离婚协议书。万没想到啊。一分钱都不要，我心里太不舒服了。哎，这不是挺好吗？他凭什么要那么多钱呢？他不要，这样的结果不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吗？那是你的想法。他要是真要点什么，我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。姐，你也仁至义尽了，就不要想太多，向前看。这份东西可重要了，你一定要放好啊！万一将来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派得上用场。
孩子醒了。哎呀，闺女啊，大概是哭了一个晚上了。哎，活该！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你瞎逞能。嘘，别把孩子吵醒了。嘘什么嘘呀你？Hello。哎，闺女，醒了。醒了，吃饭吧。哎，好，快吃饭。想哭就哭呗，啊，装什么呀？装笑给谁看呀？我不爱看啊。你干嘛呢？人家好不容易又好点了，你非整这一出，真讨厌。你那叫自欺欺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打算跟人老明星怎么谈呀？啊？还能怎么谈啊？从今以后我跟老明星没有关系了呗，各走各的路。对，闺女，咱们跟他们老梅家一刀两断。嗯，闺女，你还小，这外边的好小伙有的是，爸就不信了你找不着好的。行了，你这都出的什么主意啊？这是。嗨，我这不是鼓励姑娘吗？再说了，你不也说了吗？这个让她早点离开梅家，好和那个万川好，对吧？哎呀，眼下不是说这话的时候。那啥时候说呀？哎呦，行了，爸妈。你们俩呢也别瞎操心了，你们放心，我就跟那不倒翁一样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不会倒下的。再说了，我也想明白了，我呢跟梅家这回一定一刀两断，从那以后他们家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去管。是吗？嗯，得了吧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，我才不相信你呢。妈，你就不能相信我呀？从今天开始呢，我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我马上去洗个澡，换上新的衣服，找工作，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闺女心就是大。你长那么大眼睛，你出气的，啊？你看不出来啊？她那都是装的。她是我闺女，她什么性格我知道。你等着，你看看我跟老梅家怎么算算这笔账。怎么算啊？你都到那儿闹过一趟了，还想去闹？那是点点在说这结论之前。你们不让我乱说，现在这结果已经板上钉钉了，我倒要让他们给我解释解释。我看呢，你还想受人家一掌？什么叫我受他一掌啊？哼，指不定谁受谁一掌呢。真理在我这儿，我占理儿。小贤的母亲吧，你去把梅长英给我叫上来。她现在正在看着她的宝贝孙子呢，所以没时间。她干什么呢？她看着她孙子呢。你怎么打人呢？你不要脸，狐狸精！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我跟乐公先有的孩子，你们家小贤是在后边，要说是小三儿，要说是狐狸精，也是你们家任小贤。你敢说我们家小贤是小三儿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你干啥呀？你放开我！你干啥？你住手！住手！轻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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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你亲家来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，我还正想去赔礼道歉呢。来，咱们进屋说，好不好？不去你们家，你们梅家的门槛太高，我迈不进去。亲家。亲家，这件事是这样啊，你听我说，这个首先这跟他们母子没有关系，是我们乐宗的错，我替乐宗在这儿给你赔礼道歉，然后咱们进屋，我给你泡上茶，咱们坐下慢慢说，慢慢聊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以为三个字对不起就完了啊？你们老梅家是大户人家，你们就可以养小三，就可以生私生子啊？啊，亲家，你说这大喊大叫的多不好啊！毕竟是咱们的家事儿，是不是？咱进屋去说，就在这儿说。你说，怎么办吧？
说到底怎么办？让我说是吧？行。第一，离婚；第二，把你们家那些什么道馆那些股份，该分给我们家小贤的分给我们家小贤，还有你们家这房子啊，该分的就分我们，是我们家的，我们一分都不能少；不是我们家的，我们一分都不要。不就是想要钱吗？那你就直说呀，干嘛在这闹这一通啊？我打死你这个小狐狸精！你打死你！去去，去去，打死你！我要妈！哎呀，哎呀，妈，你怎么样啊？装是吧？行，你装，我也会。啊，你装是吧？我还会装呢。哎呀！快点快点，母亲，我这不行。哎呀，这是找错门了，这弄错了。你这是别人家的事儿，别到这儿来。错了。哎呀，早知道他们家也是这样的，妈就不能让你嫁给他们家呀。妈，对不起。我告诉你，别装，林长英，你等着，我跟你没完。怎么了？感觉有点不习惯。这有什么不习惯的？我是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商场买这么多东西，还花了这么多钱，而且这些都是你买给我的，我觉得你破费了。这有什么破费的？你第一次出国，我给你买这些东西送你，应该的呀。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跟你逛了半天，我还真是饿了。我刚看那边有个日本料理，咱们去吃它吧。走，我们去吃汉堡。哎，别，我们都是跳舞的，我们吃汉堡不好。你看看你，既然到这儿都跟人碰上了。干嘛不过去打个招呼呀？他在工作呢，别打扰他。我们去吃别的吧。看你这脸的不自在。行，我们去换家餐厅啊。妈，别生气啊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。那都什么素质的人呢？啊，真是整个就一小市民，要钱就明说呗，你说还在那装。哎呦我天，你说他脸皮有多厚，还要乐松的股份，还要您的正道馆，那是你20多年的心血呀、啊、真是够臭不要脸的了。妈，跟这样人做亲家我都觉得挺丢人的。那任小贤走了呀，走了挺好的，你放心，有我照顾您啊。妈，别说了，蒋哥，去给我倒杯水吧。哦，说实话，我现在有点恍惚。哎呀妈呀，你可别吓唬我！哎呀，身体重要啊！啊，你等着，我给你倒水去啊。新款汉堡上市，买汉堡送可乐，前20名免费试吃。新款汉堡上市，买汉堡送可乐。阿姨要吃汉堡吗？前20名免费试吃。帅哥要不要吃汉堡啊？免费试吃的，没礼貌。买汉堡送可乐。喂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检验报告的结果。我已经听说了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希望你能坚强起来。没什么呀，反正我已经跟他离婚了，那些事情跟我没关系了。你看，我这不正准备开始新的生活吗？怎么样，可爱吗？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开正道馆了，那就回来吧，回来跳舞吧。我承认，我从小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跳舞。可是我经历了这么多吧，
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，我现在站在这儿挺合适我的。我觉得这边完全不适合你，你的位置在舞台上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就是想让我回去当你的舞伴。不只是这样。那我就更不能答应你了。你要这么直接的拒绝我吗？从小咱们俩一起长大，你是最了解我的。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，忘得一干二净。在这个时候你就别为难我了。我知道你现在就是想要时间静一下嘛，对吗？你需要缓冲。那我就等吧，反正我都等那么久了，我也不差再继续等下去。哎呀，赶紧走吧，我挺好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。走吧走吧，别耽误我工作，你快走啊。